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。多肉想要养的底下的主干非常的粗，说到底就是肥水光照都要跟上，如果缺光它就会出现徒长的情况，徒长了以后枝条又细又长，这个是第一个要注意的，光照一定要充足。再一个就是充足的浇水和施肥，任何植物想要快速的生长，水分肥料都不能缺少。但是大多数人养多肉植物，为了让它状态出得好看，颜色好看，就会通过控水去让它处于一个生长缓慢容易出状态的阶段，尽可能的少的浇水和施肥就会导致它生长的比较慢，浇水施肥跟上它才能够快速的生长，这个也是一个主要的条件。浇尽可能盆土快要干透的时候直接给它浇透水，配土一定要疏松透气，尽可能选择以氮元素为主的肥料，但是切记用量过大，可以把浓度调低，经常的给它用一下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收藏，我们下期再见。